自从2009年与朱丽倩牵手现身机场，恋情大白天下之后，45岁的朱丽倩何时能够怀孕，就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。虽然多次传出有喜，均未得到证实，但这一次，50岁的刘天王终于要当爸爸了。刘德华今日凌晨在自己的官网上写下一篇名为《疼我》的留言。在留言中，新科金马奖影帝刘德华率先感慨了一番新片《桃姐》在各大电影节上屡有斩获的情景，喜事一浪接一浪，威尼斯妈妈得奖，万众兴奋，金马奖金光闪闪，导演拿奖，玩梦，妈妈再下一城，势不可挡，连我也没有落空，激动，评审疼我，家人疼我，谁都疼我。随后刘德华话锋一转，谈及家事，称自己家里有喜了，自己喜上天喜。好吧，说回家事，明白所有疼我的家人一直都在为那桩家事担心，默默地为我祈祷，家里的事家里说，感谢老天干爹也一样疼我，为我喜上天喜。所以现在无家有喜，希望在这里跟自家人分享这份喜悦，祝福我们老大华仔。